我再也没有那种感觉。哎，财务，发工资了对吧？这个月还要不要聚餐？哎，这个月工资没到位，不去了。啥叫工资没到位？报多少？都没过万。我靠，好意思去吗？是不是？这一次是我们这个聚餐的兄弟最惨的一次，一个工资是没有破万，然后呢，我这边呢也是2000多，算了，今天晚上还是继续啃馒头吧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下班去海底捞那吃吃龙鱼。你他娘的意大利胖子，给我拉下来！啊，你发了多少？发了11000多。我3010多，1万1都没够。那我算了一下，应该他加那个奖励那些，应该也有11000。算了，你们别说了，我走了，我都不配合你们发言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我操，你们还在聊工资啊？差不多行了，行不行啊？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聊一下他那个钱怎么花的。怎么花嘛啊？一发发一万，一发发一万，上个月的工资都还没花完，这个月又发工资，天哪！工资刚发都花完了。这个聚餐打回家给老婆呀，是全部上交吗？自己留点生活费嘛。今天对于某些兄弟来说是个好日子。然后呢，希望他们晚上出去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啊！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聊不下去了，聊不下去了，拜拜。